变目标，目标批号五两动腰。是我们代表中国海军第一次参加海洋之杯国际军事比赛，就取得了优异成绩，极大的提升了全卷官兵的士气，同时呢，也向全国人民汇报了一下军队改革的成果，也反映了海军大抓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之一。更关键的是，朝着习主席为我们指定的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